今天穿这套衣服。所以你就刻意要穿来演唱会？对。为什么呢？我是想嫁给自己的青春。所以你就刻意要穿来演唱会？对。为什么呢？我是想嫁给自己的青春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歌的？学生时代吗？还是2000年？2000年，那就是第一张专辑的时候。对。那现在要点的该不会是第一张专辑的歌吧？是。啊，那是什么歌曲？我想点的歌昨天已经有人点过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唱的不太好。哎呦，哇，什么歌曲？屋顶。屋顶啊！今天是想要来挑战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唱的会比昨天的好，感受一下。来了。你睡不着。